有能耐你也上啊！哇，我可不是跟你一样的。瞎样的。不是，我不让你扔垃圾吗？扔了。你扔垃圾太狠了。都到门口了。在自己家门口呢，怎么还多出一袋呢？肯定他俩干的。哎呀，这可真有意思哈！我这头一回听说这垃圾还能生袋，扔出一个给我整回俩来。更坏的事呢，人都说了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俺家没种垃圾，咋还出来一堆垃圾呢？野生的呗。哎呀妈，你可真有意思！我这一推开门，我能看见地方全是我家地方，我愿意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，咋的呀？哎呀，市府广场你还能看呢，你咋不往那扔垃圾呢？你要往那扔，警察看着呱给你扣上，给你带走。你们俩抬杠是吧？谁跟你抬杠呢？哎呀，我谁家扔呢？不是往你家扔怎么的呀？往你家扔咋的？我给我回去去，取垃圾去。哎，垃圾都往你家扔，垃圾不有的是吗？哎呀，往埋的你说。哎呀，你门口我都给你堵上。这是开玩的跟我俩呀？啊，我告诉你两口子，我送你们四个字，跟我凑嘚瑟不好使。三套八个，两套还八个数啊？啥问题？聊你们。老公，你干啥去啊？干啥？老公，干啥？老公，这啥呀？这都是以前你瘦时候穿的衣服。往哪扔还不知道吗？都不要了。哎，门给你堵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看见没有？跑啥呢？出去！呀，这怎么又都整咱家门口？谁家没有啊？不要了！不要了！啥不要？你虎啊！你把柜给我抬出来干啥呀？人扔衣服都使别墅大夫了，咱家装衣服一骂大衣柜吗？满的柜都。哎呀，什么叫万朵桃花开？我跟你说，你太能装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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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器，不要，不要了。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你给我俩炫富呢？电器算啥呀？电器呀？啥的？瞅去。哎呀，什么？是不是有点过呀？不过。不过了，不过好整，不就不过了吗？不是爹，他不过去，不就不过了吗？别省，不要了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大家不要急。哎呦。又是邻里之间闹别扭了，哎呀，你说你们多大点事儿还至于吗？闹成这样啊，整这么大事啊？怎么不？不要了，你就不要了。你们邻里之间，你们就应该好好处。你们住对门，不就是一种缘分吗？别说那话，不要了。我跟他家有缘无分，知道不？行了，都别吵吵了，确定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不要了。墨迹，你说确定不要了哈？不要了。那行啊，我赶紧找车，全俩走，都归我了啊。哎呀，我的钢琴！你不是说不过了吗？你给我抬过来去。媳妇儿，这冰箱新买的。冰箱扔了倒没事儿，关键里头有烧鸡呀。钢琴挺贵吧？三万多呢。扔了白瞎了，抬回去吧。那个好吗？你说咱们就用点小事儿，把东西都折腾出来了，犯不上，你说是不大妹子？大姐，是我的不对，我错了，行不？下回你往俺家门口。
扔也没事，我给你送下去都行。哎呀，我帮你回家。哎呀，谢谢大哥呀！哎呀，你说，我跟你说呀，老丑啊，这邻里住的，常言说的好嘛，远亲他不如近邻呐。近邻他不如对门呐。黄金旺，